你好，我是大山，你的专业代吃。待会儿直播，你在旁边给我吃就行了。盆装螺蛳粉、炸鸡 plus、桶装奶茶，原来是个假大胃王啊！难道还真吃啊？请您确认订单，我马上光盘处理。等，我开播了，宝宝们，今天这些可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这个炸鸡外酥里嫩。宝宝们，我全部吃完了。看我吃什么，记得留言哦。收工，收工。哦，对了，假吃这事儿你千万不能说出去哦。你直播好像没关哎。我是大山，今天是为老公投喂的第20天。有个粉丝天天私信我，让我给投喂闻名四川的，让人魂牵梦绕，没有五瓶奶吃不下去的。等等，不会是那个爆辣辣卤吧 ？Yes， 我买了。每当我打开这辣卤，我这喉咙就不争气的咽口水。天哪，瞅瞅这变态红油！我先来吃个没动，提前解个辣压压惊。没吃过辣卤的人扣个一，我看看。我这个吃辣爱好者，一般都只敢点中辣。你给我点的特辣呀！先来嗦一口面，这看着好好吃。这辣卤的第一口永远够呛，这科技与狠活都在里面啊！有点辣哈，来个吸满汤汁的小油条，辣死了！快来吃个没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继续开稿。Oh my god， 魔法怎么失灵了？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梦想真的假？帅帅子浪烦恼不怕，好好奇奇带着出发。天空真的好大，蓝色梦想真的假？帅帅子浪烦恼不怕。太爽了！你的眼泪你有看到吗？腿感觉也肿了一圈。我看看，更性感了。你没事就多吃点梅冻吧。为啥呀？解油腻。这就是我。别忘了点赞哦！我是大山，今天是被老公投喂的第19天。老婆，今天想吃点啥？我想吃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我不说你就该不知道吗？你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你猜。那今天就带你去200公里外的自贡撒馆子去，走。是我最爱的美蛙耶！我忍不了了，吃吃吃！我觉得没人能拒绝美蛙吧？寄生虫爱好者扣一，先挑点在碗里。这辣味直逼天灵盖啊！瞅瞅这蛙的个头，一个蛙就占了一个碗。有谁想吃蛙的？只是占了点口水，微瑕二十出，送蛙上门。老婆，有美。